今天我们开枪，我们突然间发现一样东西，它有声音，它里面有铁的声音，这个是哪家的买的 ？RM 9.99 9.99，来准备了，开了来。好呀，准备了，你要开啊。哦。里面是铁帽，里面是铁帽。哈哈，别别别！原来是这个开箱以后，我们有几次做了。我们开箱的时候，做这个椅子，想坐想坐，会跌倒，不会跌倒的，不会跌倒。Oh no! Oh no! 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说这个东西嘞，这个东西嘞，一个5块钱，哪家大买的 ？Mystery Box 拍出来的东西。OK， 我觉得一个。一个两个9.99吧，就是一个5块钱，算起来也是刚刚塞啦，刚好刚刚塞啦，就留在这家啊，这样子算了，自己做就好了。哎，少一个东西，少这个，知道？还有吗？没有。难怪啊，你 fake 个，你看你 fake 个，对，二手货。你废了，你看。哦，你这个垃圾。你废了，这个没有啊。你看，哎，跑去下面了，哎，下面不是哦。吓，你废个东西，那完了。我不怕，我不怕呀。哎，对啊，你来开箱到这里啦。你不专业的你。下次见。